水果，西瓜，吃西瓜，菠萝，菠萝是黄色的。葡萄，我喜欢吃葡萄。草莓，摘草莓很好玩。橘子，桌上有两个橘子，樱桃，樱桃是我最喜欢的水果，梨。梨很好吃，香蕉，这么多的香蕉，苹果，我们。都喜欢苹果。桃子，夏天有很多桃子。柠檬。柠檬很酸，猕猴桃，猕猴桃不好看，但是很好吃。鳄梨。鳄梨非常有营养，谢谢观看。